其实你用吊的反而会比较容易得分。我说红果啊，不用一直一，你不用一直想要去杀球。他的杀球很自然，不会打不好。对啊，你看这样的球反而比较容易得分。
啊、我要给你多少？加那个球场钱。一啊，对不起，一百二十五是不是？我来调角度，这个角度很难调的。